今晚偶像来了，和不老偶像一起唱情歌，看新晋偶像如何讨女神欢心。四位偶像为我们的女神精心搭配的四套服装，可以露出你很美的锁骨。人嘛，还是要庄重一点。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，太不美好。没有被三位女神选中的话，她将自己穿上这套女装来走秀。究竟谁能逆袭？星期六晚8:10 ，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乐享极致 ，vivo 智能手机。